他一个一个拿手手打开，打开打开，这一个你走这边，对对对，带走，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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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娘下车，牵着牵一下手，牵一下手，来靠近，牵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他叫姑娘，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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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对不对？伴郎，伴郎，这在看好戏，在等着那个收风筝。来，伴郎，我们要有气势一点，好吗？要有气势一点，不要落掉了。好，来看我这边，我再看。好，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给他们那个玩呐，那年轻人，快十秒。现在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，来，好紧张，来来，我放开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一，放开。好好，好起哦。哎，不要偷放手，有人偷放手。偷放手，这个是谁？偷放手，偷在手。新郎准备好了没？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新郎准备好了啊！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伴郎团够强吗？很弱。那这张可以看吗？那就不用抢了，先进城堡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然后我们第一关是蠢蠢欲动，蠢蠢欲动，请猜出新娘的唇印。猜一个。新娘。那要娘字吗？娘字要娘字。娘字。三八。不对。惩罚啦，只限两次。那没有上道具啊，上道具。不是猜两次，我只猜一次。输了，你现在要上道具，然后再猜一次。他现在拔完，要他两次。头发最短。哇靠！头发短，快到吗？哇靠！一次到你了。请出安全。两位，两位是朋友的，对。一声巧，不要叫我。两位，看到。然后不能用手挣脱，然后对，赶快打开来啊！要怎么挣脱？来，这边也走，好，你们现在可以开始。我们突然感觉好狠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第一关就这样。限时60秒，然后凑满1314、1314跟520块，计时开始。开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1314，1314。来，我有准备。1314，师傅找零哦，师傅找零，要刚好，要刚好。我之前就54秒，还有两张樱花不回去就好了，还有520呢，还有40秒，520快20，来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哎，师傅，1314，来520再拿20块了，哇，来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先给我准备钱，好吗？过关吗？对，第二关算过关。等一下，就给老弟算了。那我们先来，那个，时间要珍惜一下，珍惜一下。不是，时间珍惜要跟伴娘说呀。好，接下来第三关是爱的快问快答，40秒，来来来，限时40秒，需答对6题才能过关。新娘听得到吗？新娘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哈，听得到哦，听得到，注意点哦。开始，老婆小童最喜欢的颜色是。蓝色，我跟你讲，讲去就讲错，家伙就亏损。请老婆小童的电话号码。2、1，下一题。再给一次。0917。3、2，错。错。老婆小童毕业的国小是。2、1，老婆小童毕业的国小是。3、2、1，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师傅知道。第四题，老婆小童最讨厌的食物是。3、2、1，没有。没有，下一题。老婆小童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？3、2、1，错。农历不知道。3秒，老婆小童最喜欢的卡通人物。哆啦 A 梦。哦，小童鞋子尺寸。40秒了。23。错。老婆小童在一起多少日子？不知道。第9题是老婆小童几 cup？ B。他老婆小童的纪念日是几月几号？3、2、1，没有。错。错。你要跟他回答，没有，对，那个谁的好友，对，直筒的啦，直筒的一个人吗？要怎样？直筒的最好，那随便拿一个手机好了，就是那就你的，开始多条题，然后那个由新郎站在中间，然后由伴郎一起协助。
可以直接可以，他没有，他不会有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来插花的。哎，还有一个是谁？看这个多，好，可以开始放音乐，然后给他们看，他们乐舞就跟着音乐动就好了。好，你给他们看好不好？给他们看。太小声了吧？跳，哎，你们大家一起动，不然这样闯关不算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新娘看得到吗？要娶美娇娘没那么容易，快跳！没有你就跟着音乐动就好了。太小声了，大声一点。我们就这么大声而已。干跳啦！干跳！对，干跳。动一下就好。好了，快点，时间不够了。等一下，我们问一下新娘，新娘那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。快点，没时间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关卡吗？还有关吗？四秒，还限时30秒内，大家分开卡。是啊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大限，30秒要啃出来那个。谁谁嗨？30秒太快了，1分钟。那你不好意思，新娘说新娘不用咬吐司，但是她特制的请给她，她一定要吃完，对，她才可以上去。哎，我要计时啦！对，要计时啦！哎，不是啊，要咬什么？要咬什么？来看我这边一张，我帮你讲话。来看我这边，好来。献道具，献给新郎，来来来。哎，帮我拍一下。我这么大。最讨厌吃小黄瓜。你的爱心，你的爱心。哦。他最怕吃小黄瓜。可以吃到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可以吃到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给新娘吃看他要不要。好吧，哎，新娘子，要好笑，你看他笑得好开心哦。都不管吧，输了输了，不要咬下去，就肚子上那个，对，哎，不，没办法，哎，对对对，还是他说要吃完，要吃完。伴郎可以挡，伴郎可以挡，但是要吃完，他做的。哎，辣椒哎，你看我演，哎，管，不要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加黑料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你也笑得太开心了吧？你不怕脏嘴吗？哦。哦。真的好辣。你的新娘有那么容易吗？请说出爱妻宣言，对老婆说的话。我们第一个开始吗？那不然呢？老婆，老婆，永远是对的，老婆绝不会有错。如果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；如果我没看错，一定是我错，才害老婆犯错。如果是他自己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没有错；如果老婆不认错，还坚持他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总之，老婆永远没有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老婆刘子彤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今天把美丽的你娶回家，嫁给我好吗？爱你的老公。